你要什么？这里有中文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泰国的发发站。我们在四年前就来过这里了。对，这边算是也是蛮大的一个地方了。然后刚好附近有一个卖场。对，这算是今天最后一个行程。最近饮料店，4年前我们来的时候就在了。对。来这边好像听说要注意一点，这边有一些都是仿冒品，小老虎哎，也不是仿冒品，就是还没有都还没有送进庙里面给师傅加持过，所以一般的比较粗俗一点，或者说假牌子，然后其实但这边正确来讲是叫佛牌配剑机，哦，了解，泰国真的很多民间，所以他们选择就是。用这样的方式买这种牌的方式，然后去给那个和尚升价值。这边就有点类似像你把它想象成我们台湾浴室，哦，台湾浴室是卖一些玉石类啊、矿石类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的话就是都卖这些佛牌类的东西。现在进来这间是在泰国的韩式料理，看起来超厉害的。这个很正宗哎。哇，还有这个，然后这个辣炒年糕，上面还有用这个起司，这个看起来超赞的。这个看起来蛮好吃的。好吃。看衣服少，看到。好看。看好看，就是白饭，然后还有糯米饭。要让咬一咬，让它结印。另外的颜色不辣，失败了，被发现。他们是没有要吃呢，他们从外面路过呢，怎么会真的被发现啊？有追踪他们吗？
不是，就是他们从外面路过，他们两个坐在最里面。超过滤吧，就是你们在这么里面，也太厉害了。OK， Thank you。拜拜，拜拜。Please stage lock electronic devices to flight mode, and make sure Wi-Fi function has been.结束了这趟七天的泰国跑庙寻奇旅程，探访充满神秘气息的鬼七娜娜庙，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泰国降头师，以及让人大开眼界的千年历史古迹。虽然旅程充满艰辛，但很开心可以透过镜头带大家看见我所看到的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只是冰山一角。感谢这趟旅程带给我的欢乐，我们下次见。